你品哈、哦。第九，树下坐，啊，树下啊，你坐，哎，就是不舒服的对了哈，都是坐那个自然的东西，而且也不享受。第十，陆地坐，还没有沙发可以坐呢，还陆地坐。十一，随地而坐，哎，土脚薄薄的，哎，土脚薄薄的，伊也薄薄的，就变土脚坐。十二，常坐不卧，哎，卧是懒惰相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卧啊，卧是笨惰相啊。这个人吼、哦，隐隐啦，常去听嘛，点么像伸懒腰哦，睡懒觉、哦，都是这样子半卧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如果是一个菩萨还不一样，像虚脑上的师父啊，他一生一世都是卧，常常卧，就是躺着，躺着。过去用命，讲伊唔修行，不修行啊，去楼上啊，他的上人呢、啊、不修行啊，龟缸都卧着。可是他在卧的时候啊，他就关照他起来就拜佛，非常精进的在拜佛，而且拜归拜，清清楚楚卧着，他卧着关照他禅坐，他修行不让人家知道，一直卧着，到临命终时候，哦，非常的自在。住在住在了，火化烟呛起来，舍利子啊下来，烟呢、啊、随烟所到，这个下这个舍利子，这种修行啊，你看，所以当然也不能是说卧就是不对啊，但是这是菩萨啊，这叫有法度安尼，一般人那么是安尼啊，他握着接下去的动作就是。就不敢啊，差人那修行是差天差地啊，人不是这样修的、啊、对不对？接下去握着接下去的动作就是这样、啊啊、常坐不握啊，一处大圣一章说列出来如意地陀论啊，所说的这无不做仪式法啊，这都没有讲啊，不做仪式法跟随地坐没有这两个，另外加这个次第啊，跟这个中后不引江啊，就是次第啊，另加啊次第起时啊啊，就是讲啊，我起时第一家到七家起时没有了啊，不分贫富，次第起时啊，平等心呢、啊，次第起时就是平等心起时了。那么过中啊，就是中就是中午啊，中午后连那个江都不喝。哎，连果汁啊，任何的姜都不喝，啊，只喝白开水，哎，只喝白开水啊。1012，中间，在娑婆世界下方空空中住，智念力坚固，上勤求智慧，说种种的妙法。其心无所谓，头两句是上答自来之门，再来四句呢是赞叹具足能力助力利他的功德，念坚求慧是赞叹其助力的及助力的说法无畏啊。是叹啊，叹其利他的，赞叹利他之的。用我以切耶城呐，菩提树下坐，得行最正觉，专无上法轮，逆来教化之，令初发道心，今该住不退，适当的成佛。我今说是语啊，你定一心信，我将九万来教化是定众，初能相是上达，将随从发心教化的成就之门。本来一相是可恳啊，咱相信切成呢，在佛圣道的菩提场附近啊。根据这个《西域记》安尼讲，那么渡泥莲长河
就渡过泥莲长河了哈。一直到千叶城城中啊，住婆罗门千叶家。千叶山，中国叫做象头山呐、啊，啊，迄粒山，敢那亲像青的头安尼啦。在这个千叶城呢，东南方啊，大概三里迄个左右了哈，三里迄个左右。那么山顶呢，有佛行道的菩提顶，本师依此菩提树下成佛，这是指过去啊九万劫前的菩提顶啊。非今本师行道之千叶山，譬如讲佛啊，上在灵鹫山啊，不是讲啊灵鹫山点点滴，因为那是无上法啦。所以讲非山常在，而不是说印度那个灵鹫山常常在，而是说佛常在经过无量处所，行住怀空变化，迄、那个灵鹫山咯，灵鹫山，佛以处诸行行道，嘛是安尼。上文记讲行道了后，令初发心，如果讲从九万来。教化是顶种，已经真明显说出本师行道救援，也就是指过去威音王佛的时阵，以及大通佛世十六王子结缘的时阵，在迄个救援以来已经成佛，已经说法度众生，教化者地用的菩萨，临初发道心，今该住的不退转地，所以念不退，行不退，位不退。那么藏通别人的三不退讲的也都不太一样、这就是裂开尽开尽而显眼，开尽机而显原本、少了两个字是吧，开尽机而显这个原本，裂开尽机里偏本。那么本书本欲以九万以行之福果，开是众生，但是非众生所给所给，不是众生啊。思就是用脑筋意识去推测，意就是口言说 ，Q 这个言说，所以啊，方便调地用菩萨，教地用菩萨，令在非诸菩萨顶大众见你即当生疑呀，执着开始动。有了摇动动摇了，疑问就产生，有些请佛来解释，乃是有后文的受良品功名本质，以断疑生信，因此佛搁在再三苛劝大众，当一心信佛语不虚呀、下面大众疑生，你得请逆时弥勒菩萨摩诃萨以及无数诸菩萨等心生疑惑，怪未曾有立足思念，因何世尊以小时间，你行道到现在无几年，安怎教化如是无量无边阿精机诸大菩萨，令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2014，因为你的教化时间真短啊，敢那数十年啊，你所化菩萨无量无边，又该受诸于无相净片地。当然这世间人讲是不可能的代志啊，所以啊就产生了怀疑，因此啊就问了。即别佛言：世尊，如来为太子的孙出离色宫，那么去千叶城不言离开啊，这个千叶城啊无讲干远的所在，坐伫这个道场，得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从此以来才过四十多年呢。世尊，因何在这个这呢对时间大作佛事，以佛的势力，以佛的功德，教化如是无量大菩萨众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段文，就是接近一二万之门啊！你辛苦才这么短啊，哪有教这么多人？所以接到金剑本书成佛的时间真短，没哪有可能教化这地用出来无量菩萨，那当成无上菩提成佛以来
啊，才过四十多年，一般来讲，世尊十九岁出家，我就有两种讲法啦。一种讲法是讲十九岁出家，五年啊，侍奉仙人修世间的禅六行，六年啊，独自修苦行，到三十岁，伊无苦无乐，中道行成道，说法四十多年，才讲这个法华。一直到八十岁，讲这个大涅槃经了后，特别多。啊，亲像这《地陀论》以及《本起因缘经》所讲的，哎，另外有一种讲法，讲释迦牟尼佛是二十九岁出家，六年修苦行，拄啊三十五岁成道。总共一句，拢总说法呢？总共说法呢？安怎？四十五年才入涅槃，但是一般有时啊，拢会讲这个说法四十九年啦，哈。有的说啊，说法四十五年，就有两种讲法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啊，正义阿含经啊，中阿含、杂阿含啊，小圣的啊，大部分都是这样讲。唐玄奘大师的西域记也是采用这样子。那么这番弥勒言行道才过四十多年，本书已经七十几回。佛讲法华拢总讲八当，到这篇已经过一半，搁再四年就讲了啊。也就八十岁就入灭了，仪式比较较适合的点。所以印度啊，并不重视历史啊，佛陀啊，几岁出家，几岁成道，这并不重要。很重要的是他讲的真理实在是伟大啊！这几岁几岁拢凊彩啊。1015，世尊，初代菩萨，假使有人伫千万亿劫所不能尽。啊，不得其边，十定九万以来，以无量无边诸佛所证的这个善根啊，所执啊，所执诸善根啊，成就菩萨道，上修梵行，世尊如此之事，世所难寻啊！就这款代志，世间实在是真歹相信呐。意思讲啊，这大菩萨的人啊，这大菩萨卡是有人伫八千万亿劫啊，安尼啊。无法度讲啊，阿妈无法度了解。啊，这么久远劫以来啊，哦，无量无边啊，证得善根，成就菩萨道啊，所以讲这样，互人真歹相信得着。这一段文就是讲，即晚来怀疑这个根啊，啊，怀疑讲地藏菩萨数目这么多，德行这么殊胜，德胜就是德性啊，伊大家拢将金要成佛啦，是已经九万修行了。免来会使讲是本师这世的人修行才来所教化的啊，伊才成道四十多年，说法才偌久尔，这款的数量那是你四十多年来无法度算的，有法度加出来的数量。由观顶两种怀疑，所以总结讲如此一之事啊，世所难寻。就佛度众生之不可思议的势力，功德来讲，弟子应当永信无疑啊。但以可思议之思想方面来讲，实在是令人啊，歹心歹相信，所以爱问啊。下面讲，譬如幽灵，色密啊，就是皮肤色是啊很好，发呢，又黑，你二十五岁呢，伊就指啊，这一百岁人讲啊，这是我的囝，二十五岁啊，讲这一百岁讲是我的囝，几百岁人嘛讲啊，迄是阮老爸，伊是少年的啊。是阮老爸啊，伊是生育我，伊是生我，世事难寻啊！这是用这个世间的譬如，讲这根本世间人无可能相信，讲二十五岁是一百岁老爸啊！啊，这一百岁讲叫二十五岁是老啊，嘛是认同迄个二十五岁是因老爸啊。这一段是用譬如讲啊，有执着，所以很难相信呐、啊！啊，色迷发恶啊！啊，就是比如佛陀上好庄严，虽然年长要八十，但是无衰老之相啊。啊，但是这爱保持一颗心呐、啊。啊，你卖讲这段啦、啊，讲那如何来养颜呐、啊、防老？每天呐、啊，啊要欢喜的啊。我们的笑的时候，欢喜的时候，它会发生一种激素荷尔蒙，来清除我们内在里面的污垢，产生我们的美好的。一个脸色啊，他欢欢喜喜给你嘛。如果我们每天愁眉苦脸，他也会发展一种激素，不好的激素，伤害我们的身体。所以，较搞烦恼的人就较操劳。啊，我有的人是遗传的，就头张白，有的是遗传的。所以你若要少年，
啊，无撇风，常常保持着愉快的心心，过来身体健康啊，身体爱健康。下面讲年二十五，这是比如佛虽然出这个生死为度众生，是二十五有，是二十五生得多生，二十五有就是三界，就是六道轮回啊，是入二十五有。啊，就是啊，开始啊，视线呢，啊，进入这个二十五有，就是三界，就是六道，行得道仙啊，该是结晶之术。所以啊，比如这少年，这个比如讲头先讲的结晶已怀疑远啊，啊，结晶已疑远啊，百岁人就是比如讲所化的菩萨，得高啊，位崇啊，啊，位崇高啊，别国庄严，这是比如头先讲。一万一亿斤啊，一零一六，今嘛以年少生育百岁人啊，又为老者父啊，哎，少年人翻得等啊，是老人诶老爸啊，老人的老爸。世间无处事，也无处理，用屁音又尽近万两劫啊，所以叫做难现。合算佛也如是啊，得到以来其实未久啊。啊，其实也未真久啊！离处大众诸菩萨顶，以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，勤行精进，先立出诸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得大神通，久修梵行，显灵处地，摄诸显法。哎，能够有次第的修习种种的善法啊，巧于问答，善巧的问答。啊，善巧问答，柔软心，方便法回答啊。临终之报，一切世间啊，信为稀有，信为稀有啊，信为稀有。那么这一段文是下头前啊啊，譬如的疑啊，譬如讲啊，譬说的疑问，弥勒本地啊，民大众有所不知，故沉疑生问。又因为亲见处诸菩萨将得涌出的神通，有个推因呐、啊，所以啊，陈说述说啊，这诸菩萨一定是久修久证之师啊，不是四十多年前佛成就才发菩提心嘛、啊，啊，才看发心修行的人，哎、啊，所以啊，有七万一亿根基门，初三句呢啊，根据佛这个蝶说啊，根据这个。佛成道时间的长短啊，就是、如同啊啊二十五、二十五岁，那有可能讲一百岁的囝呢？后壁啊，讲起讲地藏菩萨有七性德，第修的时间真长，第二个勤精进，第三定住在啊，我们是善乱，哎，我们的定不自在，哎，定不自在。这个定啊，如果不能体会到啊，这个实相道理就没有办法。禅宗有一句话，你要好好的注意听。这句话师父体会很深。禅宗里面的祖师大德开示啊，在禅期里面有开示啊。我要看那个他们呢，像来果禅师里面有开示，有一句话我体会得很好，而且觉得很受益。他说：“修行人不能体会当下，对法就不能受益。修行人若袂当体会的当下，对法。”不修也一点受益都没有。简单讲，永恒就是当下所连接而成的动点嘛，对不对？是这句话，就真的是悟道的人才能够讲出这种话啊。就是说啊，对当下这句这两个字不能体会，对法完全不受益。我们冲突的时候很不愉快，他说当下现在就要放下，就解决了。对，真的、啊，烦烦恼恼的，哎，一年生一年灭，你能够体会当下即空，你都下面代志拢解决了。所以这个定自在啊，如果不能体会当下，这个定还是不能自在的。总是希望说，哎，我在某一种状况啊，哎，我在某一种状况啊，才叫做定。那么假用某一种假设，在某种时空，它才够定。那这种定啊，就是有条件的，那不是拿且常在定啊。啊，不是本性的定，那本性一定要从当下下手，在每一个动点上学习放下，学习回光返照啊，那不然你根本就体会不出真理是什么啊！我当初发生，当初叫它消灭，哎，就是当初发生，当初
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清清净净的佛性自然显现出来。第四，得到大神通；第五，救修梵行；第六，灵识世间出世间的显法，由灵三合界定慧完修，所以叫做次第。第七，卡问答善巧的问答，具足这七德，所以为人中之宝啊，世间稀有啊，下这个百岁人不应该是少年所生啊。何为先立出诸三昧呢？究处的定是显立啊，啊，思执分性三昧是显出了，巧出三昧是显诸啊，这是藏通教的意思。啊，那为初的到实的名叫做显立，实的立殊殊无碍啊法界，那么道修凡夫属名，那么道修凡夫啊是名，叫做善出。哎，那么妙劫片满名就是善住，这是别教义，别教别搞的意思。代性机关立修完万清净的心性组成清净心，诸法唯一心名叫做显立，修楞严名叫做显出，首楞严我们都讲过了啊，首楞严大定的别名啊，王三昧啊，名叫做显著，这是王高的意思。所以啊，这个藏通啊啊，一种解释，别教一种解释，原教一种解释啊，诸位参考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说实在的，定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出定、入定、注定之下，所以西贤一出入住，就是为了众生啊、显卡、啊、胡边老机关的下面入定、注啊、出定、入定、注定呢。所以叫做显卡，若初心菩萨会当端心正念，处于一定，名叫做显立。所以大家坐着，随时不忘念佛，坚固不动，如须弥山，不以八方所用，有当是名叫做显住，名叫做显住。心心安详，将禅定起，为诸众生说法华经，是名。为显出，名显出。以修净土法门来讲，即即名号，但你一心不乱，名叫做显立；多念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名叫做显住；随缘作色，一句佛号，了了分明，正念不息，名叫做显出。今日世尊，弘云啊，则讲得佛道时阵，初令发心，教化是道令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世尊得佛未久啊，乃能作出大功德数。这是下头经啊，结束难行之譬如：我等虽佛，信佛随其所说啊。阮相信讲佛是方便啊，随意就是方便，随着方便所说啦啊。佛所出言，未尽希望啊。佛所低价解释通达，人诸心法意的菩萨，第一分别多了。那听到这款语言，或者是无要信修，或者是起这个破法罪业的因缘呐，为人世尊呐，愿为解说啊，除了我等的疑惑，或者是未来世，诸贤男子闻此所以也不生疑呀。1018，弥勒来描写讲有怀疑，请问之理由。完全是为了现在跟未来世初发心的菩萨，那么这菩萨实现问佛祖，那要问什么都不知道，要问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如果在佛祖当时在世的时候，那问说、啊、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一定两颗目睭银哦，一定看佛祖，因为你不知道要问什么、啊、所以你身为人都想好了，都给你问好了、啊、这菩萨就实现这样问，这样回答，这样问，这样回答，你所需要法都菩萨给你问了了。所以后世的人会看咱这世人较快活，因为人家问拢甲咱替咱问了啊，啊，咱就照安尼读，啊，莫去共解释唔对就好，莫去共解释唔对就好。哎呀，记一切佛啦，弟子实相，在我等九种佛法的菩萨来讲啊，得道如来说法，无不随顺众生所宜啊，从来唔捌忘记啊，由我等第一佛所讲的，从来。唔捌了解，但是因为信佛的地位通达无碍故，也会当确信佛之所说。关于遐信学的菩萨，往往以凡夫心
来量测测度圣人啊，对如来所证不可思议的境界所讲的言教不能信受，反倒等下怀疑个诽谤，或者是令你讲啊希望，或者是只为啊黑色之说，主不信佛啦，又阻碍人信佛，是为破法的罪业因缘。就以不退菩萨来讲，虽然现在能用心啊，但是心未了解，也需要请如来解释啊，令现在及未来有怀疑的人生信心，已经信心者精进道业，有处利益，所以殷勤来请问。下面是句诵逆袭弥勒菩萨欲重算出其利说故言：佛色众色众啊，出其进进这个切也。过去啊，佛是释迦主吗？总就是释迦主吗？出其底下切也成。今到坐伫个菩提树下，你来现弥故啊！才四十年尔吼，一日上是定上大家啊，接近一二万。色种是本师化身在色界啊，正觉来出世，这是诸佛注定，技术不可量。救伊行佛道，安住的神通力。一零一讲，显学菩萨道，不染世间法。如莲花在水啊，将地里涌出啊，该起恭敬心，安住的世尊前啊，实属难思议，因何而可信呢？这三相定相大众，七万以二根啊，不染世间法，外在定里出定啊，不为世间及一切烦恼所污染。佛得道信根啊，所成就的这么多，愿为地众矣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成就这么短时间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子呢？成就这么多菩萨呢？如实分别说，这是上吉祥大众啊，接近接万之心，希望如来根据真实之事理，分别解说以地这个众矣。啊，佛得道信根啊，这是本书成佛以来，干了四十多年，这就是接近啊，所成就真多。就是指地用无量菩萨，就已经啊成就这个神通功德真多，这就是接万。下面讲，譬如少壮，少壮，年才二十五岁，只是讲迄个百岁啊，有一个囝一百岁啊，那个头长是白啊，面肉啊是焦啊焦啊，是顶。我所生啊，这拢是我所生，四等因为太多了嘛，啊是顶啊，这我拢这拢是我生啊。主也说，遐囝嘛是讲，伊较是阮老爸，那么老爸较少年，囝较老，这规世界嘛拢无要相信啊。啊，做啊是因啊是造，他这个、啊、老法师啊啊以前啊可能没有学过波波摩佛，都是用这个、啊。平仄的音下去的啊，所以啊，他现在的中文呐、啊，这个音呢、啊、住起来啊，就很多的地方啊，我跟我们现在的音呢、啊、有一点差别。像我都受过这个波波摩佛的这个教育，但是你今麦讲叫我胃头念到尾哦，我念胃头呢，唔相信我念你看，我慢慢念，现闹鬼音念胃头啊，啊，波波摩佛得特呢呢。啊，过来就不想记，咯咯咯，叽叽叽，吱吱吱吱，嗷诶嗷嗯嗯，到这才会记起啦。真惊，无你我都念了，无你徛起来，莫做老师诶，莫讲。你敢我都念了，你嘛毋是莫笑我哈，你嘛是念袂了啊，算毋是安尼？哎，那念 A B C 二十六音，我都较有法度。啊，念波波摩注音确实无法度，哎。所以这个也不能说老法师怎么样了哈，因为这个受以前的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啊。皮肤有皱纹，哎，皱纹是年老相，发白是九修圣道之象征。嗯，头上金杯嘛，啊，我这里头上要不告杯啊，来念一下了啊，来念一下了哈，来念一念回杯啊，看起来有点老相。人家讲，师父你那不爱老吹秋。你看看有人的话说老嘴就老筋长，我跟你说我老嘴就没关系，从以前到现在留这个胡须我胡须筋长啊，每天要靠两边啊，靠嘴就的时间比洗身躯的时间更长，真麻烦啊，就没办法啊，啊世间没有这种药说抹了嘴就落到没半支的样子，没有啊，
啊，来问看医生无安尼，啊，这喙就真麻烦，足麻烦嘞。啊，你无靠骨袂使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啊，有个人老嘞，老喙就老起，有三十外岁的老喙就老真长啊。我感觉个人看无同，我感觉阮安尼较古锥啊。哎呀，面皱是相好，胃炎之形容啊，面啊焦啊。啊，未完的形容，错五句啊，是上接近疑问，即譬如第六句啊，是上接近疑近的譬如，后两项啊是极难信之譬如。第三，宋和说1020，世尊也如是啊，得得来信经啊，是诸菩萨定啊，自故无缺弱。志气很坚固，学道的人啊，没有一点志气是不行的。哎，没有怯弱，将无量劫来利行菩萨道。那么巧于难问答，就是善巧于有人来问难的回答，叫做巧于难问答啊啊，就是说善巧的来回答有人来难问的话，我们就很方便善巧的回答，就是以不伤彼此之间的自尊心为回答。哎，其心无所谓啊，临了心决定端正有为的啊，是方佛所赞叹，显灵分别算，不落在人中啊啊，上好啊常好，上好在禅定。真正修行人，大家嘛是啊。啊，常常啊喜欢在禅定啊，啊自己用功也是喜欢打坐啦，喜欢啊在那边修禅定啊，所以为求佛得果，以下空中住。初两句是上年啊，下这个年25，过来十二句下这个100岁囝。头前所讲的赞菩萨有七圣德，过来后边两相啊，下这个菩萨的住处所相菩萨七圣德，七圣德。可以归纳以弘经三归啊，是诸菩萨定啊，一直到离行菩萨道，上记入如来诸比舍啊。那么开依难闻达呢，其心无所谓呢，这两相是做如来发空者，临了心决定端正有为的啊。再来两句呢，上记着入如来临了伊，是方佛所赞叹，显灵分别说啊，这两相。是上三轨圆满呢、啊，入如来慈悲室，坐如来法空坐，啊，披啊柔软的衣，如来的忍辱衣，对不对啊？三轨的说法，也简单讲，什么是佛？要记住三种调：第一，慈悲法空忍辱。来，要成就佛，一定要有这三种条件。对不对啊？你今天够不够慈悲？你看那里，你法无所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丝不挂，一尘不染，连动念即乖啊！如来的法空作，你才可以安住法的喜悦当中。你有一法可得，那不是佛法，那是外道法。那再来啊，就如来临了一。你有啉了无？在座你有啉了无？一个信徒来到这个所在，甲讲，伊讲哦，我真欢喜。我来到这个哦，我若有时啊去别个所在哦，真奇怪。你看法师啦、在家啦，拢会甲讲有诶无诶呢？啊，奇怪，我来遮安尼坐咧遮久吼，安尼无人参我交流讲咧有诶无诶呢，真奇怪咧。那会差真济啊！我讲你若来遮要参人讲，人可能话当做你啥，人无人在参你讲。一人什么人要做业？大家话要做功德，要赞叹三宝，人什么人要做业？哦，法师你真好教，我讲你讲安尼唔对，嘛对一半尔。你爱讲阮家的根基太赖，咱家的根基太赖。伊讲来到讲堂哦，伊唔捌听到啥物有诶无诶，唔捌，啊嘛无人甲伊讲啥，奇怪。啊，若去到外口，就真奇怪。去到已经道场出家，讲这讲这，啊，在家讲这讲那，还是敢那有讲未了的是非啦。啊，来到家拢请教者，一坐就拜佛，就来遐看咧，没人跟他讲什么，啊，安尼就是产生了一股力量了。对，佛法就是这样子，啊，佛法的像平静、清净、无争，没有是非，
下面十方佛所赞叹显灵分别说，能够这是上至三归的圆满为诸佛所赞叹，灵显卡分别因说法华经。下面讲我等众佛门啊，以此说无疑，愿佛为未来啊，演说令开解。若有一处经啊，生疑不信者，即当对恶道，愿今为解说。是无量菩萨，云何以消时教化莲花心，立住不退地？这一颗啊，烈士九万劫，以当执生疑执着。所以啊，这个产生这个怀疑，因为执着啊产生怀疑，到这已经结束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受量品啊，就是下一品就是啊如来受量品。那么功名本质以断疑生信，断疑生信，也就是正答本品大众疑根疑妄之门啊。这个定向请问当中先讲，我等因为众佛亲闻啊，以信佛故，所以阮信佛所讲的，并无怀疑这款代志。过来就问，佛在少年的时阵教化无量菩萨，该令发菩提大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立住伫个别教初地以上三不退位，实在难令佛灭了后，未来的佛弟子啊，听到了而相信啊。真歹相信，所以即马愿求佛为因分别解释，哎，免地狱谤而遭罪啊，对立地狱受苦无穷。第三种问答研讨，问本师住持才八十年，说法四十年，八年来讲法华，地藏菩萨赞佛哪有讲五十小劫呢？答：维摩诘经啊，维摩诘经，咱已经讲了啊，啊，讲维摩诘。那个方丈，丈是就是方丈，就是正方形啊，前后各一丈，小小的叫做丈是。我们说方丈，方就是四边形，丈就是一丈，方丈方丈就是较丈啊，这个诸其所短所窄啊，长的跟宽的通通只有一丈，通通只有一丈，叫做丈是方丈，是吧？地容三万两千世诸者，一粒者。管八万四千有神，色较少，既可用大，时间短也当用久，处理相当。就今天来讲，时空本无实法啊，大乘小乘啊，久暂色界平等。就俗体来讲，大乘小乘啊，久暂啊，久暂就是短呐、啊，各有其本位思想。在众生啊，未达离体融通的时候，真实二谛融通的时候，大小。久暂不相容是，哎，就是讲众生呢，就那几嘛呢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化长劫为短劫呢？我们没有办法啊。除了佛啊，理事圆融，事事无碍。那么现在离体圆融的佛菩萨来讲，一切大小啊，久暂差别相，该是一相一比嘛。为心所执的物件嘛，那有什么等待呢？是不是啊？我现在观想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支笔。很长，哎，我现在观想的一支，很短很短的一支笔，长短这段心里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业感也是一样，众生看的有业感呢、啊，啊，这长短呢、啊、差别像佛菩萨为是一心呢、啊。头前啊哈，有车品啊，你讲终归一空嘛，大小即空，久暂之空，如空何空嘛？大小大的空也是空嘛？你袂使讲领导。房间较大，领导的空间较大，领导的空间，阮家的空较无同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这领导的空间，阮家的空间，安怎哈嘛是同款啊？所以久就是长远节的空，是吧？跟短暂的空啊，还是一样，时间是不相信、不相应刑法，这是假设性的、对立的假设性的嘛？是不是？时间啊，你头久叫时间的观念呢、啊？啊，你到外太空去，哪里有什么时间观念？你怎么规定你也不知呀？对吧？所以你的表到外太空气也没有什么作用啊！哎，久暂之空啊，如空合空啊，当年会当啊互相立立，五十小劫亲像半工，有啥物怀疑呢？但是这是佛的境界，不是凡夫所会当思议啊！啊，亲像金刚经以佛的神通力，亲像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！102，像咱人啊，
那人应做如是观才好啊。比如说中国传说的黄娘梦啊，这个要讲，我师父这里有资料啊，短短的资料两三分钟就可以讲完了。黄娘一梦啊，按照道理来讲是整句是啊一个成语啦，黄娘一梦啊，这个黄娘就是黄小米啦，啊，黄小米饭啦，黄小米饭啦啊。出处啊，唐啊，这个沈寂寂，寂就是寂然的寂，寂寂寂，沈寂寂，这个寂就是慈寂的寂，救济的济，沈寂寂又叫做枕中寂，枕头的枕，中间的中，记载的记，又叫做枕中寂。是唐朝啊沈寂寂所写的。那么卢生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啦，啊卢啊啊我们一般的姓氏罗卢啊，卢生啊，这个出生的生卢生呢、啊、在这个邯郸啊，邯郸是秦朝所设置的一个郡的名字，邯郸啊是啊在河南省的北部，在河北省的西南部啊，邯郸啊，邯郸这个旅店呢、啊，就是说在这个河南省的北部，河北省的西南部这个地方，我叫做卢下。哎，这个卢生呢、啊，看到这个道士叫做吕翁，哎，吕翁啊，啊，哎，伊就讲啊，好讲好，就是一个人真善啊，真善吃，善啊，安尼无钱通买房道啊，三顿啊无，拢无，善啊真严重就对啦。啊，一真想要好家一个，哎个，这个吕翁啊，啊，双口吕啊，双口吕，翁就是老翁的翁啊，双口吕，这个吕翁啊，从这个行囊里面呢、啊，哦，看在南宫智囊团那个囊字，行囊一直行行行，啊，后边拍一波啊，那行囊啊，插一个拐啊，后边往一波啊，哈、哦，哎，这提来行囊，给拍开，提出一个金桃。你有想要嫁荣华富贵的日子无？有啊，我哪会无想要嫁荣华富贵的日子？来，你得到这粒金桃哦，哎，就得到这粒金桃，哎，得了，哎，说整齿当令指荣事如意啊，整齿的结果，你躺着这个枕头，你用这个枕头躺下去，你直啊，让你啊荣事如意，你得金花电金快乐金如意。这个时阵啊，店主啊，迄间店的卢下，迄个店的店主啊，独煮一锅的黄小米饭，啊，黄色的啊，小米饭就对啊。这个卢生呢，伫枕头的，说着说着，就睡着了，伊就开始啊，梦见带这个姓崔的，崔姓的女子，伊就梦见讲啊，参这崔姓的女子结婚，啊，伊做十年的宰相，结果伊拢生五个囡仔。做了大官啊，伊活到80多岁，伊才死得掉啊！哎，真快乐，真快乐安尼。哎，等伊梦醒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店主人啊，嘿，迄个的小饭黄小米饭也未煮熟，也未煮熟，伊就奇怪甲伊讲，嘿，我这里做梦吗？这里做梦啊？这女翁啊，啊，开始样咧就笑一下，坏，人生的代志就是安尼啊。如梦幻泡影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哈。当然，伊是笑安尼，坏，是我咧笑呀。啊，安尼笑，黄粱一梦，黄粱一梦。啊，你世间算不是安尼？世间算不是安尼？对吧？如梦幻泡影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讲啊，哎，刚才我来出街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黄粱一梦就是这个道理，有这个出处啊。也不是说几十年的荣华富贵，这来就是片刻吗？时间长的真就梦不实在啊。我们这个注意说啊，要体会当下，要全盘放下，在这注意把我们教这么久，我们感情还拿掉的，我们敢不敢觉得我们很可怜？梦德波塔伊的永住菩萨啊，该是从地永出，含义有何不同呢？答：两项拢是显示如来发心啊，但见他品以莲花显这个说法啊，以莲花显这个莲花，因两尊拢是佛嘛。哎，出品是以说法，说法就是地主啊，来显示释迦牟尼佛莲花，所以莲花显这个莲花，也是以莲花的德波佛
实在是本不灭，方便是灭啊。这里处现莲花的世尊发心本不生灭，两个都是能化，就是告住啊，啊，多宝如来啊，世尊释迦牟尼佛，这个都是能化，以能化显能化。即马讲化华的世尊以及十方分身佛，该是方便示现有生有灭的应身佛所化现这个莲花。以本师所化出去的，得用菩萨的时间和长远劫数目之多，得当显示莲花的世尊的成佛，确确实实是真久啊，人已经成佛真久啊，咱还搁伫遮，一件代志安尼，安尼看袂开啊，烦恼还搁重，为着三顿拼生拼死，对不？问何故爱显法本师成佛已久呢？答：佛的真应两心啊，真心甲应心啊，有两种意义的。发心是无生无灭的啊，应发心是有生灭的。注意那个应身啊，就是因为众生共业所感，所以有生灭。注意听，不是佛有生灭，而是众生的福德因缘，他的共业所感，他只能见佛啊，到达八十岁。再来就没有福报啊，见不到了。就是因为共业所感，因为那里生灭的意识没有断，共业所感应的佛，他当然只有八十岁啊。如果那里断生灭法，断意识心，断分别执着心，用清净心像初地菩萨一样见如来真实相，看到不是这样，看到的是佛千万丈的高深，观大的身躯啊，观大的身躯。何以故啊？境随心转，境随心转。你的心境到那个地方，你就会看啊。像我较早啊，拍性地，看什么拢未顺，看这个未顺，哎，拍性地，搞牢骚，搞抱怨啊啊，有这个什么呀？啊，有正义感，有正义感。我看什么人欺负什么人，我就作气的。我认为生人类生的平等，啊，是我的挺身而出啊啊。但是呢，迄、那个我执我见啊，未登你。小可会读册，智商阁袂歹，所以就看不起人家。啊，也不是说看不起人家，感觉讲啊，那会遐尼憨，就我去教我的学生，安尼去做家庭教师，我若教讲这个乘以一百分之一，就是等于除以一百，我安尼甲讲，安尼伊讲伊听无啊？看伊囡仔外憨，我讲乘以百分之一，就是等于除以一百，除以一百就是等于乘以一百分之一，安尼伊袂晓呢？袂晓呢？哎，不爱教，五千不爱谈啊，我就不爱谈。教学生啊，无够水准嘛，不爱教。所以讲啊，哎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一个个性啊，慢慢来呢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无量一劫来的是习气啊，未使去看轻任何一众生，因为伊是佛啊，伊将来一成佛，要掌握任何的因缘，每一个人吼拢可以欢喜。这个随喜功德。称赞如来，每一个众生，咱都把动作是咱的儿女，安尼个疼他，有大悲心，有菩提心。所以讲啊，我即马心境又跟以前又大不相同，完全又不同。过的日子啊，快快活活，非常的享受。今天虽然没有荣华，也不富贵，但是每天都是享受这个荣华富贵的心境，太快乐了，啊，都无所住啊。哎呀，你好的你的事，你卖嘛你的事，啊，你需要我帮忙，你说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待每一个众生，大悲心对待众生是我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创造菩提心是我释彦平的责任。哎，大家都发菩提心啦，我们讲哈，心观，大家拢好快快乐乐过日子，过日子，创造自然美，是我释彦平的责任。因为出给人拢信息嘛。你家法身为应身之多啊，应身之多，见宝塔品已经显出能力，但是比低啊，世尊是仅进证法身啊，为是九万一境，所以有出品意为法器啊啊，以及列明九证，列明九证了，在修量品就讲为算是佛心无性别，随缘是性别，佛修无殊种啊，方便是殊种，故此能力。佛各思维究竟啊，所以需要以地用菩萨的因缘，显发世尊发心的无量寿，将地用出品结要相，立地自空有神奇啊！哦，立地啊而安住在虚空啊，真正你要稀奇啊！
发心妙用该现行，都是现成的，一念之间嘛，是不是啊？满天一心无恼笑啊，哎，你只要进我的就是安尼啊，一心满天忧国金啊，一心暗万恨，一心万恨啊，是在四相上讲的万恨。注意啊，万恨一心就是色用归体，归体就是平等。注意啊，万恨一心跟一心万恨不一样，注意听，万恨是妙用，一心是离体，色万恨妙用，以理上的无生一心，对不对？当然就没有老少，会故没有老少，因为空性没有老少了。空性怎么样？一心万恨有古今，一心是空性，幻化出来的万恨，世事外法界，理事外法界，怎么样？当然有时间呢、啊，有时间呢、啊，不坏事相嘛，当然就有所谓的古今呢、啊，啊，就是一体起用，一体起用，一心就是体嘛，万恨就是用，一体起用，当然就不坏事相。用要在事相上里面讲了，你说本性是清清净净，你怎么讲呢？不透过语言，不透过我们慈悲心，不透过我们展现的运用，你怎么显示一个清净心出来？你说，哎呀，这师父真慈悲，你要按照讲，证明讲这师父真慈悲，啊，这师父真有智慧，你要按照讲这师父真有智慧，那你没有事相，你怎么样显现这个离体呢？所以佛的一生一世，通通是事相，也通通是离体，也通通是理事外，何以故？唯是一心作用，佛的一生一世通通是四相，全是为什么？出生八相成道，这不是四相是什么？透过语言，那不是四相是什么？都是前巧吗？但是所有四相都是般若智慧的应用，所有的四相不是离体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所有的四相当下就是离体，所谓离体没当离开殊相，所谓殊相没当离开本性离体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子了。如果悟到这个，所以回归到最后还是一句话，禅宗里面那一句话，如果不能体会当下，佛法就不能受用。当下你起码你这一念全盘放下，法身马上见，你不必等到明天，你根本就不要等到明天，你嘛不用说等到明天再等到等一下我再改改管改管我的烦恼，不用，那个本来就没有的东西，你改管什么烦恼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慢慢体会回光返照，这个当下是什么？幸福就在一念之间，幸福就在一念之间。看看火火，困困娃娃，困困娃娃。你想要艰苦，你就真困难，因为你唔知要艰苦啥呀。你的因果你负责，我有因果我负责，我二十四点钟拢回光返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要烦恼啥？我唔知呀。你烦恼人隔壁发生啥代志？你烦恼这里发生啥代志？你烦恼你呀、啊？不善当烦恼哈，好了，明天是八关斋戒了，道海律师怎么还没来哦？他有时候讲几点呢？不来了，啊，没有说是吧？啊，没有说是吧？来的话，我们呢要去跟他顶礼一下啊，师父要去跟他顶礼一下。那、啊、上次也是好像十点多才来，上次也是这么晚，啊，可能是高速公路中堵车，可能也不能来，也没有办法。那个像冈山啊，今天报道的那个纵贯线呢、啊，高速公路无行嘛，啊，行纵贯线，啊嘞，遐水拢淹到淹塘公遐，啊，哎，这车哪里发动拢噗噗噗噗噗噗噗，拢袂发啦，啊，我看可能也没有办法来啊，道海律师可能也没办法来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我看那个新闻报道，那个纵贯线高速公路整个停，到台南以下都不能行，都不能行驶，包括火车不能行驶，包括通通不能行驶。可能没办法来，要不然就用直升机啊！啊，不不，我懂，可能堵住了哈，堵住了啊！希望大家法喜充满，认真的啊听经闻法，认真的念佛，认真的念佛，要记住啊，啊当下这个念头要转，不转就是凡夫，转就是圣人。好了，明天呢我们继续上课，明天是八关斋戒，欢迎大家参加啊，下课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，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
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